好，你随时开始就开始。好。那你自己喊五四三二一好了。五四三二，快速看爆米花电影院，我是电影不杀如。拿着这个真的很怪的。不习惯拿条状物在手上，是不是？嗯，不习惯拿长得像电池的东西。不在乎，吴佩仪。吴佩仪，我觉得你的人生啊，除了一片漆黑，大概就是一片黄了吧。黄很亮丽啊，很棒很棒，没对不对 ？Yellow，Yellow 很棒、啊。你看 ，CoPlay 还唱一首歌给我哎。CoPlay 的错啊，就是 CoPlay 的错，他怎么会这样做啊？对，多么美的歌，好帅哦！哎，他没有刺青哎，他有，他是有一个 S 哎，我懂。你看 S A N D Y 有没有看到？没有啊。S A N D Y Sandy， 懂吗？会有幻想吗？这页是我的幻想，这件事情。我会幻想他就是我的好朋友。谁 care？ 谁 care？ 谁当好朋友？谁 care？ 谁 care 当好朋友？谁 care 当好朋友？好，我嫁给他。到时候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哦。哎，而且他是雷神，所以他就说老婆过来，然后你就怎样？好啦，太绝，懂吗？我看到你翻白眼了。我是对，看到你翻白眼。我没有，你有，而且是我在讲话，你在翻白眼。各位观众，因为我跟我们家报小编打赌，他只要对我翻白眼，他到年底呢一翻他就没有三千。没有，我是翻他的刺青。Sorry， 这叫做什么？跟你讲，有一句话叫做一翻两瞪眼。Sorry， 没有， Sorry， 你说了对事跟对人不一样。你刚刚就是对人，我没有对你。直接上我们的爆米花脸书上面直接去讲。这一段会剪掉啊，这一段会剪掉啊。你有没有觉得？你有没有觉得他翻白眼？有，你不用看到他，你就知道他翻白眼。他态度就是整个手都这样一下。没有，我觉得工作环境就是需要一些比较讨喜的人啦。搞需要什么？讨喜的，收音不好是吗？讨喜的。